家好，我是朱哥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车试驾单元。我们再度来试驾 Lexus 的 LBX， 不过这次呢选择是呢143万的 Relax 版本。到底这台 LBX 它开起来还是你熟悉的 Lexus？ 第一个，我觉得它的隔音的感觉，就是今天这台呢是 Relax 版本，双层隔音胶合玻璃啊，比较高阶一点的欧系车甚至都还没有这个配备。而它的中效马力136匹，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丽。我觉得它的马达推进的非常的积极，0到100加速了9秒2，虽然不像呢小钢炮一样那么快，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拖着一个很沉重的车壳往前进的感觉，毕竟在车重的只有1320公斤。最入门的 Active 130万以内，最高阶的 Relax Plus 170万以内，但猪猪哥会最推荐的就是143万的酷，或者是143万的 Relax 等级。但两台车哦，这个合态也蛮贼的哦，配备这个搭载起来呢真的很难选啊。比如今天这台 Relax 呢，它有比较高阶感受的全车同色的车底，还有呢18寸的星战亮银的铝圈。酷呢它是呢熏黑的，而且刚刚讲了前门的降噪玻璃也要呢 Relax 等级以上才有。尤其我觉得感受最深的是呢这一张真皮的座椅，虽然说呢 Relax 等级呢它只有驾驶座有电动，但是这个真皮感受比起的酷等级那个麂皮加真皮，或是 Active 那个不是真皮的感受差很多。这张真皮座椅真的让你坐起来摸起来那个柔韧的感觉就是 Lexus 的感受。当然这台 LBX 呢也有 Lexus 车系里面的两个首创，第一个第一次出现了三缸的引擎，第一次出现的呢后轴呢非独立悬吊，这两个也是呢许多想要入手这台 LBX 的人呢有最大疑问的地方。行进间震动还好，除非你停在路边，好，稍微的怠速久一点呢，它的电力不够之后呢，引擎发动，它会稍微有让你感觉到有直列三缸的感受，或者是呢，你要这样重踩油门，把转速拉到超过4000转、5000转到5500转的红线前，这个高转速之下，它会稍微告诉你它是直列三缸，要不然你平常用车在这个转速大概1-2000转，或者是呢根本引擎就没作动之下的纯电的话呢，我觉得你几乎察觉不到它是直列三缸，它把这个震动抑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。后拖曳臂呢，它的维修简单，几乎是不会坏，而且它也能够争取后面多一点的行李箱的空间。当然，当你在过急弯的时候，以及呢稍微快速的变换车身的重量的时候呢，稍微它的后轮后轴会有点跟不上前轮避震器的感觉，但是呢当你今天不是激烈超驾之下呢，其实感受微乎其微。当然了 LBX 的全车系都搭载了 LSS Plus 3.0 了，所以呢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绝对是没有问题。而且我觉得这台车就算它中下马力呢只有136匹，但是呢高速公路上面呢，就算你没有切入 S 档，它在超车的时候，或者是呢你从呢匝道呢要进到主线道的时候呢，只要重踩油门下去呢，它的提速可以说是蛮快的，有虚拟实境非常的棒，而且变换车道也会显示，但前车这个动画稍微略显省略了一点点。而且呢 LBX 还有非常贴心的功能，当它真车道车窗没有关的时候呢，它中间的数位仪表板呢会出现是否要帮你关闭打开的车窗呢，你只要选择 YES，它就会自己呢帮你把车窗给关闭，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。而猪哥最喜欢的就是它车尾的设计，除了这个一体贯穿式，好，但是它不是直线哦，它长得非常像这个奥斯特马丁休旅车的感受，以及从后面看去类似宽体造型的后轴设计，实车看起来线条真的非常非常的吸引人。当然招牌的无边框的这个设计呢，纺锤型的水箱护罩，一体贯穿式的黑色饰条搭配银色饰条，我们把轮胎稍微打斜，对不对，它前面这里除了有 LED 的雾灯之外呢，这个地方它的转向辅助灯是设计在雾灯的旁边，而不是像一般车一样设计在了头灯里面。但是 Relax 呢它强调是整体的质感，跟酷等级的酷炫不一样，它下方这里呢依旧是流黑，而且没有一个扰流的设计。它不只是呢 AHB 哦，它是 AHS 的自动远近光灯，而且加上的自动的遮蔽。如果你今天买的是 Active 或是 Active Plus 或是酷的话呢，车顶会是黑色。这个比较高阶的
Relax 以及 Relax Plus 呢，它是这个车顶同色设计。你要买到了 Active Plus 以上车型呢，才会有18寸的铝圈。它规格呢是225/558，但入门版本 Active 也是最便宜的129.9万，它只是搭配17寸。不愧是 Lexus， 它不会让你呢打开之后呢，直接里面就看到钣金，这里呢又有一层厚厚的隔音的涂层，麦花臣的设计，会整个避震器呢跟着转向的一起转。它的和上头倒是铝制的，但是三脚架还有工作梁它都是铁制的，这比较特别一点。看得出它是 Lexus， 就是这个 E-Latch 电子门把。门板这里的隔音条也有，而且这台车呢是 Relax 等级，所以呢它就连这个门窗它也是有双层的隔音胶合玻璃。因为今天这台呢是 Relax 等级，所以下方这里呢就没有一个亮银的饰板了，它并不是独立的悬吊，它是呢后拖曳臂。不过你会看到它后拖曳臂本身呢其实还蛮粗壮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避震器的阻尼的感受其实也还算是不错。因为台湾呢并没有引进所谓的 E4 的车型，要 E4 车型以上的后轴呢才会有所谓的多连杆，你必须要买到了143万的酷等级以上呢，它才有这个电动启闭的后尾门。它后面行李箱的容积为了要争取到402公斤，所以是稍微有点下限的。不过呢它就会让前面的椅子这里呢稍微的有一点断差，而它后面这个隔板是无法调整，所以这个断差依旧会在。你会发现我的膝部空间至少呢还有一个拳头又一个指头左右，其实还算是可以啦齁。不过呢它没有后座的冷气的出风口，下方这里呢则是有两个 Type C 的充电的插座。它的椅面的部分呢相对的它的座高比较高一点，它的泡棉的厚度，因为下方这里呢还要放置这个油电的电池，所以呢泡棉稍微薄一点点，椅面的稍微比较短一点点齁。不过呢它的后面的椅靠部分呢倒是有点深陷，包覆性还不错。而且这台是 Relax 等级，所以它搭载是这个真皮的座椅。如果今天买酷等级的话，它就会是麂皮加真皮。不过猪哥比较喜欢是的这个 Relax 真皮的感受。不过呢它倒是没有后座的中央的扶手，后座一样是这个 E-Latch 的门把。所以呢后面这个门把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如果上面这里能够比照前座也是软质材料的话呢，它的质感会更加的棒。你要买最顶规的 Relax Plus 以及呢中阶的酷车型才有这个 HUD 抬头显示，但今天这台是 Relax。 Relax 跟酷等级呢虽然同样都是143万，不过呢要酷等级才有抬头显示器，酷等级以上呢就还会搭载这个 12.3 寸的数位的仪表板，等级也是有所不同。不过还好的是它中间呢这个中央的触控萤幕本身呢全车系标配都是 9.8 寸，但是呢这里的特别是呢你要摆到最顶规169万以上呢才有这个360度的环景。好，如果说你没有买到最顶规的话呢，它是没有360度的环景，特别注意一下。如果今天买的是 Active 或是 Active Plus 的话，它就没有这个换挡拨片的设计了。它配合这个盲点侦测，如果说呢它侦测到后面有机车冲过来的时候呢，你这样一按它门是不让你开的，这个的确相当的安全。至于音响的部分呢，你今天必须要买到最顶规的169万的 Relax Plus， 它才会搭配这个 Mark Livingston。而座椅部分呢，你要买到这台 Relax 以及最顶规的 Relax Plus 才有这个顶级的真皮的座椅。如果你今天呢你买的是酷等级的话，它就是人造麂皮以及的部分的真皮。如果你买的是最入门版的话，它就会是所谓的豪华皮革。所谓的豪华皮革，它简单而言之它就不是真皮的。所以呢我觉得 LBX 的能够搭载上这个真皮的座椅我觉得还不错。今天如果你买这台车，我会推荐是呢 Relax 等级。它虽然说呢它前面没有这个很酷炫的下巴银色饰条，上面呢也是车灯同色，后面呢也没有一个特别的饰条，而且呢它的铝圈也不是熏黑，但我觉得这个造型本身呢相对比较有质感。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搜索中天车厂家或是输入 at CTI car 就是 CTICAR 就会找到我们了。